主料：猪心200克，青椒50克，胡萝卜20克，辅料盐2克，油2毫升，鸡精2克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准备好的材料：猪心、胡萝卜、青椒。将准备好的材料切成片，起油锅，倒入猪心片，等猪心片变了色后，放入青椒，放入胡萝卜，放入清水，煮上几分钟，放入盐、鸡精，翻炒一下就可以起锅了。烹饪技巧：放入清水后煮的时间不要太长了，不然青椒就要太软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